第二是诸侯家庭伦理的乱。这种乱呢，在春秋时期在记载中有好多故事。我们要讲的故事呢，就是讲一个郑国的故事。郑国有位国君叫郑武公，娶了一个太太叫武姜。武姜这个后边这个字姜，表明他娘家姓姜，前边这个字武就是他丈夫的谥号。实际上武姜这个名字是他死了以后才有的。武姜怎么样呢？武姜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就是后来的郑庄公。生老大的时候，这个史书上记载，庄公勿生，荆姜氏故命之曰勿生，遂勿之。什么意思呢？勿生，这个勿生啊，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逆着生，我们知道生孩子一般是脑袋先出来，逆着生腿先出来，腿先出来就是难产，所以惊了姜氏。还有一种解释啊，不是，说误生，按照它的本字来理解，就是小孩子生下来眼睛就睁开了，啊，妈妈生出来以后一看孩子，孩子瞪眼一看，吓了姜氏。哎，这个解释呢，惊姜氏，惊扰了他。我个人觉得，可能这种解释可能更妥帖。于是遂勿之，遂勿之就是，于是就恨他，故命之曰勿生，给他起名字叫勿生。什么意思？就是说孩子吓了自己一下，如果是难产的话，就给他起个名字叫难产，啊，这妈够歹毒的，啊。于是从这儿开始就不喜欢他。我们现在这个故事啊，史书记载的很平静，也不议论，但是我们看这个故事，我们却看到了一段老贵族的没落。老贵族从哪儿没落？从人性没落，从人性力量的丧失开始没落。生孩子难产有的是，我们说因为难产就恨这个孩子，这种母亲我们能看出什么？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就是这个母亲平时养尊处优，娇生惯养，一点亏都不吃，一点罪都不能受，谁受了就恨谁，很狭隘。这种东西不是天生的，这种东西是生活造就的性格。也就是说，从西周建国，这帮老贵族就开始生活的奢华之中，养尊处优之中，养来养去，养来养去，就越养性格越狭隘，越不吃亏，不论是谁给亏都不吃，哪怕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给了自己点罪受也得抱回去。所以时代，这个时代，这个阶层要完蛋，就从这地方开始起，啊。这个故事接着发展，说因为这个武姜恨这个大儿子，于是他就爱二儿子。为什么呢？就像老母鸡下蛋，头一个蛋带着血丝难，第二个蛋顺溜。他不这么理解，他认为第二个儿子好，不方他，不克他，啊，就爱这个儿子。爱这个儿子表现是什么呢？就屡次向他的丈夫武功申请说，我们把老大废掉，让老二接你的班。好在呀，这个事情啊，武功是个明白人，说这事儿不行，这是乱，这是乱国法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是个什么？这是稳定人心的一种做法。养好多儿子，嫡子谁老大谁当，这是命，你不能争，一争国家就乱。所以武功明白，武功不答应，不答应。后来庄公在他父亲去世以后就顺利的接了班儿。哎，接了班以后，老太太应该把心收回来了吧，啊，大儿子现在当了郑国的君主，啊，原来好不好，现在再不喜欢也得藏一藏吧。不，
干嘛呢？庄公即位了，来了，就给小儿子要一块显要之地，说把老二封到某某处去。老太太的心思，庄公当然知道，结果冷冷的就把他拒绝了。没办法，就把他封到了京这个地方。于是京这个地方的人就叫那个老二，这个老二叫公叔段，叫他京城太叔。我们想，老二是什么？这个弟弟就是被母亲从小惯大的，由母亲给背后撑腰。于是到了京这个地方也不本分，首先这个都城盖得很大，然后开始什么？开始招兵买马，招降纳叛，发展自己的势力。接着德隆望蜀啊，贪心不足啊，就开始蚕食他封地之外的郑国的土地啊。这些事情庄公都看在了眼里，注意看见了，大臣们反复向他汇报。在当时他建这个都城，他封到一个地方要建自己的居住地都城，他建了个好大的都城。有些大臣就跟庄公汇报说，这不行啊，这国家这个啊君主的都城跟这个封君的都城一边大，这怎么行呢？啊，这是等级啊。哎，庄公说，哎呀，没办法呀，我母亲这样做我也没办法。啊，他发展就是大臣向他汇报的时候，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把这个事情压下去。史学家在评价这段事情的时候用了四个大字，庄公对他弟弟处心积虑。我就让你发展，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行了，你发展到明火之上啊，跟要造反，这个时候我再灭你。所以事情就是发展，这个老太太啊，实际上也不老的老太太了啊，武姜发展到最后的时候，公叔段的人马，公叔段自己觉得自己的人马已经可以打得过他哥哥的国家人马的时候，武姜娘俩串通说，某天你来什么，你来偷袭郑国，我给你开门啊。这个事情实际上也尽在这个大儿子手里掌控着。等到郑庄公听到说呀，说某天公叔段的人马要来打郑国的都城，庄公用了两个字说，可以了。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好丰富啊，我终于等到你这天了。这个母子之间的这种矛盾，这种积怨，以及兄弟之间的积怨，都在这个可以两字暴露出来了。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结果好，公叔段好死不死啊，这个不知道自己这个啊几斤几两，就结果如期就什么，就开始对他的宗主国发起了攻击。结果战争一打，这庄公实际上暗地早有准备，一打公叔段溃不成军。这之后武姜怎么样？郑庄公就把什么，就把武姜实际上就把他打到了一个郑国的一个小城里就把他软禁起来，然后说了一句不及黄泉不相见也。母子关系啊，这话都是阴冷的，说我们俩不到黄泉不要再见面了，你这一辈子二儿子已经是完蛋了，剩下个大儿子对你这个态度，你孤独着去吧。